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彭彦峰。咁啊，而家疫情之下啦，咁啊，有啲咩 positive 嘢可以講到咧？係留喺屋企多啊嘛。咁啊，一個月咧都啊練得特別好啲嘅嘢咧，就係耐性。發現咧啊，對住個女朋友或者對住個阿媽咧，都會特別多咗耐性嘅。第二個搞笑嘢咧，就係咧發現咧，我啲手指功嘅力咧都係會強化咗同埋快咗好多，因為打機打多咗啦。好啦，第三個搞笑嘢咧，就係發現咧，我因為咧屋企咧就而家混亂緊啊，搬屋啊，咁啊就發現咧係發現咧我日日都係好似健身緊啊。好啦，咁啊都係講翻啲正經啲嘅嘢啦。咁啊疫情環境之下咧，反而咧因為我都係。首先其實我入娛樂圈咧，都係因為做歌手先嘅。咁啊，反而咧而家都係錄翻緊啲歌啊。咁啊，依段時間咧，反而係錄好，即係錄多咗好多廣東話歌添啊。因為我未出廣東話歌啊。咁啊，環境之下啦，都已經錄咗三首啦，都搞掂埋三首添。咁啊，而家度緊咧，疫情完咗之後咧，點樣去拍啲 MV 添？所以啊，大家加油！在環境之下咧，留喺屋企咧，其實咧好多嘢都可以做到，好多嘢都可以挑戰到自己嘅，唔係一定要出街嘅。一個好大嘅武器就係上網，上網咧可以學習到、訓練到自己好多其他啲功能。